各位学员，即摆开始来上课吼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本来是顶节课是，我又应该是我的课。啊！但是因为林牧师伊爱去机场，要去接这个代表团回来吼，啊，所以甲我的时间怎啊对调吼？啊，因为咱这个讲，咱这个课吼，拢是对外对全世界拢同时立即的迄款的传播吼，所以啊，有个人伫遐咧等。你等讲林博士的时间到，大家要看，啊一看说，唔是啊，所以我爱伫遮吼，爱甲外口唔知影人吼，爱互讲一个，互因了解，吼，因为，因为大家拢足爱听林博士的，伊的演讲，吼，我今日要来讲。啊，就是这个哦。第一就是讲哦，咱是第十七届的迄个高级的行政参议班呐，吼、哦。啊，假使若有一天变成170期，还是1700期的时阵哦，咱这个17期哦，哦，都变足炸呀！哦，虽然即马是算较新啦，但是后摆哦，真有可能哦，有一天会变成1700期耶，有可能呢。甲迄个时阵啊，我看这两三年后都已经差不多得要有啊，因为你要做公务人员，大家拢爱来啊，大家拢爱来啊。哦，就是你即马咧做公务人员的人，伊要继续。搁做公务人员的时阵，同款伊嘛是爱来遮受训，吼、哦，这是，我直接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，咱的台湾民政府呢，是一个真重视这个政治伦理的一个组织啦，吼、哦，所以愈早愈好，吼、哦，大家吼，大家恁看，有一天恁就会感觉讲啊。真英雄，会当做革命的迄个先行者啦，哦，革命的先行者。啊，我今日要来讲呢，就是要因为拄只延续，林博士拄只有咧讲有真济啊，伫外校后迄个台迄个福尔摩沙民政府，哦啊，有诶是迄个台湾政府顶顶啦。定定吼，啊，这吼有甲咱的台湾民政府有啥物无共款？哦，咱台湾民政府甲别人无共款，就是咱一直拢按照法律咧行，一骹步都无闪开这个法律。那有一天你若有你骹步若无照这个法律来行的时喏，那你。公家巧啦，啊！这个过，这个咱真济迄个独派吼，即个独派，或者是即到尾啊出去，即个迄个变台湾政府即个吼，因拢是独派啦，因拢独派。啊，独派是安那？独派唔是歹代志啦。咱坦白讲，独派台湾独立，那有啥物歹代志？唔是啥物罪恶啊？但是啊。无，伊这是无照法律行，无照法律行的时阵吼，美国就越头离开啊。啊，假使那是台湾的问题要解决，你若无美国徛伫后壁，你甲你指导，你甲你撇过，你甲你 support 的时阵啊，你哪有可能会成功？哦，60几年来。理论上是为2028开始，台湾人开始有迄个意识，讲台湾要建国，
这理论上都是安尼啊。为二二八，1947年二月二十八迄天开始，都有这个有这个想法。但到即马68年啊，始终行未出去，拢行未出去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刚才学说呢，你要找你家己的眠床，但是你行唔到房间去嘛。你行唔到房间去的时候，你要安那去找到你的眠床呢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差伫对，差伫这个法理，伊无照法理行。哦，啊，咱啊一个代志呢，是做60几年拢未成功的时阵，啊，是唔是就爱小停一下，小来思考一下，讲，哎，啊是有啥物？是安怎？那拢行未出去？60几年、68年，行未出去，是不是爱停呢？但是因无法度呢，因为我哎，其实我甲这个台湾独派吼，甲即马嘛是阿个做伙啦。我常常，因为我开会哦，拢是伫迄个吼青岛东路7号啊，吼。诶，二级楼，迄就是台湾这诶独派诶大楼底下姚嘉文呐，姚嘉文的办公室啦。啊，我是二八的啊，二八总会诶副会长啦。啊，我咧开会拢是伫个办公室遐。哦，啊我伊嘛知影我是咧创啥，但是哦，因拢无法度吼。无法度安尼坐落来安尼好好啊思考，无法度呢。比如讲，我几个月前的时阵哦，我有去摕到一张迄个这个记得键吼，记得键，迄、那个你知使记得键吼发出来无？哦，记得键顶面那是挂是哎小蔡，哦伫遮吼。我这张图摕给因看吼，我讲这条是记得键嘛，哦，啊，这个流氓，这个流氓政府，我拢讲流氓政府啦，因你听了嘛足解笑嘞，事实是安尼呢，我讲你这流氓政府的机啊，搁放你家，啊，你看这苏联机杀人，你看一个惊一个，我讲嘿，哪有可能？吼，是我呀，大人讲，哪有这款嘞？哪有这款可能性嘞？无可能啊，哦。啊！但是这是事实啊！干嘛因安那讲你啊？伊讲啊，你这吼，这是迄落合成的啦。我无想到伊会甲我讲安尼，讲迄是合成的啦。哇！我找个理由啊！伊讲吼，哎，这个机啊吼，安尼吹落来啦，吼，无风咧吹啦。啊，这个机啊吼，无风咧吹啦。所以讲吼，这就是假。吼吼吼！吼、哦，我才是足气的啊！各位吼，我看那苹果日报啊，我知影讲迄个一周刊吼、哦，一周刊有嘛吼、哦，啊，我就走去买，但是已经过期啊嘛，啊过期哦，买无啦，你所有的主讲拢买无啦，伊所有的过期的一周刊呐，拢集中伫一间公司内底，啊，伫遐咧发卖啦，哦，伫遐咧发卖。啊！我甲问讲，哎，迄间公司伫对？哎，甲讲哦，是伫什么宝高路啊？啥？讲宝高路是对，伊讲伫新店遐。我拄到住伫新店，哦，安尼我买来买，我来个摕伊个足迹，啊，摕足迹，啊，再摕只去甲买。哦，啥买吼？我买几啊十本啊，啊，本啊剩最后剩一本啊。哦，大家拢要滴啦，大家拢要滴吼、哦，啊。啊！我阿未提起，互因看讲，迄个原稿是伫遮啦，吼、哦，原稿是伫迄个一周刊内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因这哦60几年，已经60几年啊，还是阿哥是无多通啊，讲安尼退出来，阿哥来找房间，找到你家己正经的你的房间。啊，然后才来找你的眠床嘛，哦，啊，因无多，哦，迄就是讲，迄个，
既得利益啊，是安怎呢？我看伊嘛无啥物利益的咧，伊是结结是一年一摆吼，啊办一个迄个募款餐会啦，啊其实太歹势，我当年嘛拢有参加啦，吼我3000块嘛是照缴啦，吼、哦，因为啊我拢咧用伊办公室嘛，哦，啊即马起价啊变5000啦，哦，啊即马啊只安尼接。一两百万啊，两三百万啊，我爱都有够因一几年趟天的迄个开销啊。因嘛是拢办公室两个人尔，哦，一个主任啊，一个小姐安尼尔，哦，啊因安尼嘛是咧过啊，几十年来无所事事。坦白讲，那甲台湾民政府咧比较的时阵哦，啊，迄根本都迄个行尸走肉嘛。哦，数位失餐呐、啊，啊、哦，那无咧做代志啊。但是哦，那讲到台湾民政府，伊拢讲，迄是假，迄是假。啊，即、這个明明的代志，伊嘛跟你讲，迄是合成的啊，迄是假啊，安尼呢？嘿，啊，电视有出来哦，是啊，哦，啊，这是我一点啊经验呐，啊。林博士拄只一直咧讲的是讲，迄个台湾政府应该拢是咱家己的迄个动心啦。每一个人，因所有的台湾的法律的论述，拢总是林博士甲因教。这点我会使甲你做证明，因为我是2006年对林博士，甲即嘛嘛应嘛，然后哦。嘛，得要7-8年啊！哦，啊，因遐人拢比我后壁来的呢。哦，啊，但是因哦，因拢有能力啦，啊，有诶学历真高，所以入来台湾民政府了后，马上就会当变成哦重要的干部。在林博士的心目中啊，因都是精英，都是精英啦，哦。啊，精英话有已经经过几啊年，咱干那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法律学院吼，噶起码普通班已经62期啊嘛，高级班17期啊嘛，好啊，佮加上迄个原住民啊，加迄个青迄个大学生的迄落，拢噶起码已经2年半不断的迄个迄个演算，吼，研究，结果，到尾啊，伊一个去到美国吼，马上变经啦。啊，这个变经吼，其实是有掺 spy 伫内底啦，有 spy 伫内底啦。所以吼，去到遐个时喏，啊，明明都是台湾民政府，啊，就来告示吼，因就来将迄个名吼，拢给提掉。拢总甲提掉，英文 civil 伊嘛甲提掉，啊变成台湾政府，啊明明就是伫遮要去的时喏，迄个红布条啊拢拗起来，拢互大家看，啊拢真清楚啊，台湾民政府啊，哦台湾 civil government， 哦这拢写甲真清楚啊，啊拗互因了，因去到遐贵个拢甲拆掉起来，这就是有 spy。底下咧运作，哦，这就是叛变啦，哦，叛变即论述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，美国迄边呢，就甲当作是一个当作台独事件啦，伫华盛顿台独事件，啊，我一开始的时候，好，我看了足气的，我想，恁这的人吼，啊，咧讲林秘书长。安怎？啊，拢无想讲，我亲目看恁安尼，伫面迄个面迄个林秘书长安尼，耳提面命甲恁教，甲恁教即个论述的，啊，即嘛，你到时煞咧甲反背啦，吼，讲啊，阮遮的人足够将林博士甲罢免，你甲罢免看卖了。你甲旁边看卖咧。事实上，咱台湾民政府，
唔是讲吼，都爱台湾人，大家来爱哇塞，台湾人来支持，唔是安尼啦。上重要就是美国啦，后边迄个啦，后边是啥物？就是美国啦。哦，啊，美国啦，真简单，就是美战嘛。啊，美战，美战，这大家都拢马上可以接受啦。啊，咱的论述都正有迄个开播了，三个国家唱了的时阵，有一个迄、那个信念啊，甲主张吼，诶，迄个宣动嘛吼。啊，上重要哦，上重要迄、那个，这就是迄、那个日食哦。来啊，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所以这较简单吼，那用一个迄个口号吼，一个 slogan， 一个口号吼来讲，迄字如就如何嘛，所以叫做日食美战。啊，其实喏，就是安尼才是上正确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。哦，啊嘛会使较简单的就是讲。日红色美军舰，好、哦，安尼嘛比这更加缩小去啊，更缩小去啊，无走迄个意思，无走进去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这大家并无啥物问题。这个台湾政府会发生变局，主要都是这个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呐，这点人因认为讲无必要，哦，啊，因唔知讲吼，你这个日红色啊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哦，你刚才讲迄个美战，啊，美国吼。拥有绝对的权利啊！啊，那美国那是有一个总统啊，是安怎？伊那要甲咱安怎的时喏？比如讲尼克森差一点嘛，就从台湾出袂去啊！哦，啊，结果伊嘛是因为这个原因哦落台的。其实唔是讲迄个水门事件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，因为从台湾佮出袂去，哦，啊，这个，日红色啊，这点吼，就是咱的秘书长一再研究，啊，佮伊所拥有遐一挂迄、那个，迄个机密档案呐，机密档案是安那来呢？林副主席机密档案呢安那来？伊是这个，伊。2006年，甲过美国政府、美国总统，哦，啊，这个案法院成立了啊，哦，本来是迄、那个国务院呢代表，因来讲，因的律师来出来讲，政府有免诉权呐，哦，这高高在上呢，我有免诉权呐，哦啊。迄、那个是迄、那个联邦法院吼，电脑员工，迄毋是哦，这是民权呐，这是民权，所以你爱来，啊，你若无来吼，我就照拥有，照用现有的诶证据，我来做判决啊，安尼吼，迄美国都受不了啊，吼，美国行政权、行政单位都受不了啊，所以因都爱来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法院。才下令讲，你爱将这个原告所要求的资料，爱无条件爱供应。所以林博士有非常非常多，我是无看哈，但伊讲哦，比人较悬呐，的资料啦，迄拢是机密档案啦，有的已经是迄个已经开放啊，但是。无压出去啦，哦，啊有的是啊，可是机密档案，别人拢无啦。一挂历史学家吼，因看下嘛拢读个
摩尼修啦，因唔知呀，都是因为无这个无这个机密档案，林牧师有这个机密档案，所以呢，伊才会当直研究直研究，最后才发现你讲日食日红食啦，啊你伊才发现你讲。啊！你一方向的时候，安尼对甲美国来讲的时候，两个吼相辅相成啦，阿嘛会使互相牵制，你知？对不对？哦，啊，相辅相成是我美国我好，啊无台湾安怎安怎？吼、哦，我来占嘛，啊爱开钱啊，对吧？啊，你日本有钱啊，对吧？来倒出啦、啊，哦，这嘛是好处啊，啊那要。签字的时候，美国人就讲啊，我要台湾要给中国，假使啦，这是无可能啦吼。假使那安尼的时候，日本天皇哦，伊咪摇头咧，伊虽然未使讲话啊，但是你这是伊的财产呐，这是伊的财产，啊，你要甲卖掉，伊会使摇头啊。所以呢，这对美国来讲嘛是上的顾忌嘛。所以讲哦，将日食甲吹出来，这对台湾的问题来解决呢，有相辅相成跟互相牵制的作用伫之内底。这就是林博士吼，伊头脑真好的原因。哦，我真钦佩，我自2006年甲对哩甲即嘛，哦，啊，我一直拢徛伫伊的身躯边啊，哦。主要就是我的佩服，伊会当找出这个日红色的哦，诶，这个论述，这个法律哦，这是法律哦，哦，我即卖就是讲要加强讲日红色，啥那日红色，因为啊，你日本都已经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尾都已经放弃啊，已经放弃啊，哦，而且我直接。要我来做一个解说，就是讲日本政府伊所对台湾的关系是只有干那管理权呐，一个管理权。所以你要放弃啊，嘛是只有干那会当放弃管理权。哦，台湾的经营会使个用一个公司来甲做来做一个解说，比如讲日本天皇就是。迄、那个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嘛，啊，啊，伊无爱去管，伊无法度去管伊所太济的迄个证书，所以伊去聘请一个总经理嘛，聘请一个总经理，啊，你组织一个公司，啊，来替来管理我所拥有的财产嘛，哦，一事业嘛，哦，啊，结果呢，发新闻即卖。甲人外口盘乱啊失败，这个总经理伊会当放弃，嘛是干那会当放弃伊这个对这间公司的管理权嘛？干那会使管理权会使放弃啊？迄是伊的权利，伊会使放弃。啊，但是这间公司的所有权呢？啊，嗰是董事长的啊，你哪会上会当讲讲啊？我这间公司规个拢人要互人，无可能啊！哦，日本呢，对台湾的关系啊，用安尼来解说，可以说得通啊，哦，啊，可能较简单，大家会当理解啊，哦，啊，日本天皇是安那，那拥有台湾，那你时间都爱追溯到1895年的，一个马关条约，哦，日本人讲哦，就是下关。条约啦，哦，下关条约，啊，一个条约来底呢，就，吼、哦，啊、塞上，再拜托迄个马关条约吼、哦，马关条约吼、哦，上重要就是这個开宗明义，开宗明义就是讲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及。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为订立合约，这个合约哦，是两个皇帝订立的呢，两个皇帝呢，哦，
唔是迄个李鸿章，啊，甲迄个伊藤博文订立的呢？是因两个是不过是代表因各自的皇帝，啊来订立这个条约。因是啥大书尔呢？因是大书啦，啊，这边嘛是迄个伊藤博文嘛是日本的大书啊，啊因去订立这个合约啊，唔是。李鸿章将伊所拥有的台湾，甲和迄个伊藤博文，是大清帝国大皇帝，吼，哦。所以这个开宗明义，迄，那个开宗明义呐，无讲清楚的时喏，大家都叫说服去，咁变成讲日本放弃台湾，哦，所以事实上，所有权是在日本天皇呢。日本天皇，哦，这就刚才咱定一个，一个这个厝的买卖，哦，是我甲这位先生，阮两个订合约，要来买厝，哦，啊，唔是甲那边迄个先生有啥物关系？无关系啊，哦，所以咱爱确立讲日本天皇。拥有台湾呐，哦，啊，伊拥有台湾的时阵吼，因为清国的皇帝对台湾意思嘛是只有干呐，有是一个殖民地，只有干呐殖民地才会当割让啦，才会当割让，你领土都袂使割让，啊，也当割让都是因为是这块台湾这块土地啊是一个清国的一个殖民地。哦，啊！日本天皇得到台湾这块土地的时候，同款伊嘛是殖民地啊，嘛是一个殖民地。但殖民地，吼，啊，要安怎变成一个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？吼，按照迄个国际惯例法，吼，惯例法，因为国际吼。无啥物民法是宪法啦，伊都是就干那迄个惯例法，吼，大家拢认定，啊，就照安尼行，迄都是国际法，吼，哎，迄款呢，就是嘛，就是叫做主人法，主人法其实就是啥上帝法啦，讲到迄个行为，就迄个是上帝法啦，吼，大家是拢爱照安尼行。啊，这个为这个殖民地要变成神圣不可分割领土的时阵哦，爱有经过六个步骤。哦，第一个步骤就是拥有，你爱拥有哦，的方式有很多啦，譬如讲战争，啊，战耍了签，哦，像这马关条约签订。啊！日本天皇拥有台湾，哦，这是战争所拥有，哦，这是第一种。啊，第二种呢，可能就是买卖嘛，哦，买卖嘛，哦，那个维吉尼亚，美国维吉尼亚州，就是甲那个法国买嘛，哦，啊，也阿拉斯加是甲俄罗斯买嘛，哦，买卖，哦。阿玛乌无或者无人岛发现，哦，而且是这是拥有的方式，哦，啊，日本天皇都是对台湾都是因为马关条约，所以拥有台湾。但是你拥有台湾呐，还是殖民地而已，殖民地随时都可以割让。随时都可以跟你那个跟人战争，按了战书啊签约，人家来要给你抵，你都爱好伊啊，哦，所以呢，你要给它变成一个神圣不可分割领土。第二个步骤，就是哎呀那，势力集于全境，哦，势力要集于全境。清国的对台湾的时候。咱就对迄个台湾迄块土地，清国的迄个土地是下蚕嘛？咱伫波隆班内底都已经有迄落，都是即只蚕嘛。台湾是应该是安尼嘛，安尼嘛，爱是嘛是为安尼，
迄就是伊个视力不及于全境啦。你别再讲哦，我拥有这个地方，啊，然后就说那个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的，这个无合理啦，无符合主人法啦。哦，所以你爱视力要及于全境，所以呢，视力及于全境呢，就变成什么？用建构主权呐，你爱建构主权，哦，你都爱势力及于前进，建构主权，啊，主权是啥物？主权是什么意思？主权哦，按照迄个 encyclopedia 是吧？啊，百科全书里面讲的是讲，一个皇帝对。对于所领有、所拥、所迄个势力，吼，的范围内底、领土内底，吼，以拥有至高无上，还有排他性的，哦，还至高无上呢，而且是独有的，排他性嘛，排他性，独有的，哦，啊，你要讲。对一个所在，还是对迄个人，还是对迄个事物，你讲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，人无一定会服呢。就像我那个是讲，直接宣布讲，我伫这个办公室内底，我拥有至高无上，对每一个人拢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你们会服吗？不会服嘛？你算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变成这样子嘛？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你要建立这主权，你拥有至高无上，而且是排他性的、独一无二的哦。的时阵呢，你必须要在一种征服的架构下，你要征服，也就是势力集于全境，哦，势力要集于全境，这点真要紧。你若无安尼时呢，人家都不服。所以1895年的时候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时候，但是伊对伊为这个1895年6月开始施政，但是发现就讲他的施政很困难呐，真困难。伫西平这边嘛反对呀，拢反对伊呀，哦，啊东平这边更加免讲啊，迄就是我高山族的啊，哦，古早时代叫做青番呐。啥人要插你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所以他要施政有很大的困难，所以讲一直讲，吼、哦、过十年了啊，孙，伊才有一个讲哦，讲哎，我一定爱有一个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我要施政，确确实实能够实施我的政策，以及的权利。所以呢，伊才开一个国际会议。这个国际会议呢，伊特别邀请美国的一个住在这个澳门的一个参事，领事馆的一个参事来参加这个国际会议。哦，为什么爱找伊呢？找美国人呢？因为美国人啊，伊因的历史内底有加这个因的原住民，都是印第安人，有斗争过的经验呐。哦，所以呢，伊才邀请来讲，啊，别个请教伊的经验，啊，伊有啥物意见？最后呢，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讲哦，你必须要怎么样，把它征服，你都爱个征服，安尼你才有法度施政，你才拥有主权。哦，主权就是至高无上嘛，哦，而且是独一无二，哦。所以一定要什么？要征服。安尼了是喏，天皇才决定讲好。啊无，是呐，为吼西边甲东边，为北向南，吼、哦、用军队、警察，怎啊来去甲征服，来去甲征服。拢总用十年时间，一直甲1915年。1915年的时候，这个工作才完成，哦，啊，所以到
1915年的时阵，日本天皇才伫台湾建构了主权。哦，伫台湾岛这个历史内底，只有干那一个人曾经做过这个代志，就是建构主权，都是日本天皇。所以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呐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哦，啊，要安那证明讲，这安那是对。我因为嘟嘟啊，真好，我捌伫迄个沙特阿拉伯待过吼，我伫遐待伫要3年啦，2年外吼。啊，我有拄有看到一本迄个阿拉伯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啦，一本吼。还是一个，我一个同事是爱尔兰人，啊，伊要回去的时阵，伊送给我，吼，啊，迄本是禁书啦，伫沙特阿拉伯，因为内底有写到因皇族的迄个英国迄落老亏待吼，所以迄是禁书啦，吼，啊叫我咧看爱小心啦，但是我知影因遮个吼，英文拢真好哦，因英文拢袂歹，普遍拢真好哦。哦，因为英国因捌去予英国殖民过嘛，哦，所以因英文普遍袂歹，但是哦，袂晓看，会晓讲，会晓听，啊，袂晓看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安尼吼，用半年时间哦，甲看一本历史，所以我有了解，哦，啊，但是我毋知讲迄是啥物意思啦，是来。台湾民政府了后收过份，我才知影讲哦，迄都是建构主权嘛。迄、那个沙烏地阿拉伯，伊即个沙烏这是啥？这是一个人的名咩？因家族的名呢？一个国家的名用一个家族的名来做代表，安尼，这都是伊都是建构主权嘛？伊都是对这块土地拥有迄、那个。迄个至高无上，伊唔才会当安尼做，否则啦，因200多万的平方公里的所在，是安那用一个家族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迄就是迄、那个沙乌的迄个家族啊，吼、哦，因有伊的迄个囝吼，吼、哦，因一开始本来因是伫即个整个沙特阿拉伯拢是一个。帮一个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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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一个国家的组织啦，拢无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因这个家族，三位的这个家族本来是伫利亚德，吼、哦，城主啦，城主，啊，去予另外一个吼，甲占去，吼、哦，甲拍败。啊，因这个家族哦，从那走去科威特啊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这个有一个因的囡仔拢还阁细汉。啊！伫科威特啊，十几年了吼，这囡仔拢大汉啦，变20岁啊，啊20通岁啊，啊，所以因啊，因遐大家啊，少少嘞吼，兄弟啊，因兄弟啊侪嘛，吼啊，佮亲戚朋友厝边少少嘞，拢总20几个，啊，从哪去？从哪吼？为行沙漠吼，沙漠啊，只啊，走到利亚德，所谓利亚德就是用沙漠的中心啦，利亚德的意思就是讲。沙漠绿洲啦，沙漠的绿洲哦，啊，因就是去到遐吼，啊，半暝吼，啊，怎去爬山去哩吼，啊，怎啊去将迄个城主给抬死，又把这个权又拿回来。啊，因安尼做的是喏，我尝到甜头嘛，所以咧，大家讲，安尼咱迄边遐，咱嘛照安尼来个冲好不好？哎，大家少年人啊，拢少年人，哦，清气呀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哦，啊，即马就搁较侪人啊，变搁较侪人啊，啊，就去另外一个族，去甲政府，去甲政府，啊，伊政府就是讲，去甲讲就讲，你要不要听我，要不要服从我，哦，啊，你若不服从我，我就甲你拍，啊，你若是要服从我的时喏，你一个查某囝爱嫁互我。吼、哦，啊，即个我安尼，啊，即嘛在底下大规，啊那城府啊，吼，啊都大规个有诶了。哦，佫一旁，佫较大旁诶人，佫去迄边，吼、哦，即嘛在讲啊，对一座，安尼过来去，啊，即港湾嘛是去到遐，就是讲吼，啊，你要服我无？啊，若无服，我就要拍你哦。
哦，啊，你若好我的时阵，你查某囝佫嫁互我，哦，拢共讨查某囝啦，哦，安尼就是建立迄个血缘的关系嘛，哦，血缘的关系，啊，怎啊安尼拢总用15年的时间呐，伫迄个沙漠内底，迄个200几万的迄个平方公里的土地哈，拢总去佮征服一次。农庄甲政府，迄某娶咧几啊百个，吼吼，迄个媳妇就娶几啊百个某啊，吼，啊因迄个穆斯林吼，迄个回教吼，因会使娶四个某啊，因会使娶四个某啊，啊但是吼，伊国家安嘛，人迄几啊百个某啊变嘛，伊即马就安啦，啊四个某啊，我呢，啊即马佫娶要娶第五个啊，啊即个甲离掉。吼吼，啊才阁娶迄个，啊嘛是还阁死个啊，吼，啊反正都是拢用这个办法啦，吼，啊我要阁娶这个，啊迄个得个离掉，啊得阁娶迄个，因要离婚足简单嘞，足简单嘞，伊敢那敢那吼，敢那讲，我把你休了，啊你都爱等伊啊呢，你都爱等伊去食恁老爸呢。查甫做翁的人吼，后悔之，迄个是权是足大，因为回教诶可能性就是安尼嘛。讲我把你休了，你都爱等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你甲休一摆吼，啊，你想想要后悔啊，你会使阁等伊，阁甲娶倒等来，你有权利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看过来个寂寞话有无？哎，我把你休了，吼、哦，爱都爱阁等伊啊，吼、哦。你第二遍会使过去个，你莫想想后悔啊，过个娶倒转来。啊，那第三遍吼，对不起，我把你休了，以后你都无资格过个娶倒转来，无啊，迄都袂使。吼、哦，这是可燃金安尼定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因都是用这个办法，拢总几啊百个某，娶几啊百个某，啊，但是哦。因袂使讲哦，这个某我甲离掉吼，啊都无要甲饲啊，啊囝无要甲饲，袂使。你即对这个离婚的这个某吼，同款你都爱甲饲，啊，甲你即马现有的四个某，拢同款的迄个权利义务拢同款。你和这个即马这个某，哦，一栋迄个房宫，你都爱。几啊百个某，拢总爱互伊红姜啦，袂使无啊！啊，你若无阵哦，因某就会使去甲迄个宗教吼，迄叫摩达瓦去甲告，讲迄个，阮翁吼无教嘛，伊个互迄个啊无互我，安尼袂使呢，安尼都违反可燃经啦。哦，啊，这啥物人嘛，挡袂掉啦。哦，啊，这是题外话。啊，就是伊用15年，迄个叫做，The King Abdulaziz, King Abdulaziz bin Saud， 哦，那个国王哦，就是阿布拉吉兹啦 ，Abdulaziz， 哦 ，bin， 哦 ，bin 阿登的 bin， 哈 ，bin Saud， 迄 Saud 就是伊个家族的名字。他用15年的时间征服了全国，所有的种族全部都是把他征服了以后，他就建立了一个国家，用他自己的家族的名字叫做沙乌，所以叫做噶金曼维基沙乌地阿拉伯，就是这样来的、啊。这跟天皇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有什么不一样？完全一样啊，就是透过政府的架构建立一个主权嘛，对台湾的主权。啊，这个主权啊，你是指殖民地的主权，你随时也可能会被割让，哦，啊，要安怎？你都爱什么？把它变成领土。啊，你即马虽然是已经给予全境，但是还不构成能够把它宣布为领土，所以呢，伊爱做第三个动作，就是爱建设。日本天皇对
台湾的建设那是没有话讲，全世界拢恶路。哦，伊征服台湾第四十年的时阵，办一个迄个世界的迄展览会啊。哦，咱到即马嘛还阁无在了办呐，伊阵都办一个世界展览会，就是要予全世界人派人来看我伫台湾建设个即款呢。确实，吼、哦，迄是对台湾的建设，会使讲是浓重是百年的计划啊！吼、哦，这个李鸿政府来台湾呐、啊，伊即马咧建设台湾，嘛是拢是照迄当时的建设的设计来咧做个啊！干那目一个安尼尔嘞！吼、哦，建设第四教化教化，1937年的时候，日本天皇开始。伊有意思要将台湾要甲变成领土，伊开始爱教化，因为讲你一开始你咱大家咧讲话拢未通，啊，我是要安怎讲啊，你是我的百姓，对无？语言也未通，文字也未通，啊，什么迄落什么风俗啥，大拢未通吼，你无法度通啊。讲真顺利，讲从这个所在变成家己的嘛，真困难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伊都爱开始教化，叫大家拢讲日本话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的名爱改，啊是自由的哦，迄时还阁是自由的哦。你若要改就改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你若要讲日本话，都规家伙拢来讲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时喏，我的家庭嘛是有改名。个、哦，我就是迄个卡瓦穆拉库尼奥，库尼奥，邦夫啦，邦夫，哦，卡瓦穆拉库尼奥，哦，迄就是啊，教化，啊，第五都爱国际承认，你刚才讲哇，这个安怎吼，还是你刚才你咧讲，哎呦，国际拢会当来认同啊，哦，所以1922年吼，伫这个。美国华盛顿有举办一个国际的一个裁军协定。裁军协定呢，日本其中一个，拢总有九个国家，这九个国家呢是拢是全世界常用的九个国家，哦，军事上上该用的。啊，这个协定的开始就是用每一个国家，你爱将你的领土拢爱献出来。什么所在？什么所在是你的？什么所在是你的？啊，才每一个国家来看，哦，有问题啊无？哦，啊，无问题 ，OK。安尼，拢总九个国家认同，迄、那个算是全世界常用的九个国家拢认同啊。迄个算日本天皇都将台湾偏哦都甲献出来啊，迄是我的领土，大家拢无话讲啊。这就是国际承认呐，哦。啊，最后一步就是爱实施宪法啦。你殖民地啊，你敢那拢一般呢吼？你那是讲英国啦、西班牙啦啥，人家拢真侪拢有迄个殖民地，因对迄个殖民地哦，无啥物建设啦，无啥物教化啦，吼、哦、啊敢那吼要得到权利安尼啦，一个好康啊，拢伫里摕啊，应该做的拢无啦。哦，迄就是殖民地，大家讨厌，原因就是这个所在。啊，就是因为伊无啊个宪法啊未实施，无实施的时喏，你人民都无迄个参政权加参政权呐。哦，没有参政权跟参战权。啊，你宪法实施了以后，人民都有迄个参政权。所以迄个时阵，咱就开始会使选5个参议员，啊，3个参议员，吼、哦，会当去日本的国会去参加诶迄个讨论，啊讨论国事，吼、哦。你那是一个迄个殖民地吼、哦，没有这种权利啦，你都爱实施宪法，才有这个权利。哦，啊，就是伫1945年的4月7日，日本天皇宣布迄个日本国的宪法
时时到台湾甲平湖，为迄个时阵哦，台湾人才有参政权甲参政权哦。啊，以前呢，军队啊，拢是叫做迄个义勇军呐、啊。义勇军就是讲，拢是迄个佣兵啦、啊，哦，自愿的啦，募兵的啦，哦。但是为迄天开始，为1945年四月初开始，迄天开始，台湾人都也是，这日本政府也在伫台湾开始征兵啦，开始征兵。迄个时阵哦，都真侪人，台湾人都真侪哦，一下子都是变成日本军官。哦，英国哦无法度咧，英国无法度，互你做啥物军官。啊，真侪到迄个时阵，都马上都升起做军官哦。啊，安尼哦，经过这六个步骤，拥有哦，势力急于前进。这个建设、教化、国际承认，最后宪法实施。经过这六个步骤以后，这个殖民地啊，都会变成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哦、啊！虽然是1945年啊，四月初，啊，距离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拢总才几个月尔，8月15日投降嘛，啊，四月初拢总是四个半月啦，一时间啦，哦，安尼敢有效？法律就是法律，我宣布迄刻开始，啊，都有效啊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哦，林某主常来咧讲啊，我甲这个太太结婚啊，办理登记了，从迄刻开始就是我的太太啊，哦，啊你过年一礼拜了，想讲要离婚，啊讲啊这时间伤短，唔免到佫办离婚啦，啊随个人行个人的。袂使啊，法律袂使乎你安尼，你共款都爱照机工啊，迄个法律的下步，迄个步骤一定爱啊照安尼来做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这个日本天皇哦，他是透过拥有等等这六个步骤，确确实实拥有台湾的主权，台湾都是伊的祖产，哦。啊，对这个领土法吼，领土法，英国哦，英国嘛是同款啊。伊有一个叫做土地法就是讲，伊内底讲就讲，英国所有的土地，拢总属皇族，拢总属皇帝啦，拢总属皇帝。所以这个澳洲啊，纽西兰啊，那个加拿大，因到尾嘛是成立一个国家，但是精神上嘛是都爱效忠，嘛是爱效忠这个英国的女皇嘛，同款啊。哦，啊，对于中国来讲的时候，诶，《诗经》内底就讲过，天下之大哈，莫非黄土嘛。你全世界所有的伊所有的这个领土，所有的土地，拢总是皇帝的呀。哦，中国是安尼，英国是安尼，日本嘛同款呐。所有的土地拢是归天皇的呢，啊是天皇家和伊承认的哦，伊所迄个派的迄个首相啊，所做立的迄个国会，无迄个。诶，内阁吼，啊来管理这个全天皇所有的土地安尼啦。所以讲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的主权，拥有台湾主权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啦，无人有话通讲啦。哦，啊这吼，这嘛是林博士伊研究出来。他们是得到美国那边遐，伊的默认呐、啊，伊的认可啊，哦，伊认可是对，对，迄两张图嘛，迄两张图啊，哦，一个是奥巴马，啊，一个是迄个二重桥，
哦，哎，就代表美国，啊个日本天皇啊，哦，伊那是讲日本政府，伊都翕迄个国徽就好啊嘛，哦，翕迄个国徽就好啊，啊，那是都爱翕即个日本天皇的即个二重桥的风机呢，迄就表示讲，哦，对，伫遮吼，哦，你日本皇居嘛，哦，啊，这。 这是美国承认的啊！伊咱第一次伫美国迄个华盛顿 D.C. 办迄个酒会时阵吼，了后伊就是送即两块图互咱啊。伊讲你摕转去互恁的秘书长看，伊就知影啥物意思。伊拢无讲，伊拢无讲啥物，啊恁就安尼来就知影嘛。日皇署。 美军站，美军站嘛。啊，咱台湾吼，即马嘛是占领地嘛，吼、哦，占领地，啊，占领地就是安那，啊，成立一个民政府啊，来成立一个民政府啊，啊，咱就是安尼，所以成立一个民政府，啊，美国迄边就承认啦，安尼，哦，啊，这民政府就是。 依据迄个战争法啦，哦，战争法来，哦，啊，咱用会使提，咱即个即段哦最近的代志来做一个迄个验证啦，吼、哦，美国去拍伊拉克，美国去拍伊拉克，拍到巴格达的时阵，拢总因伊拉克有成立27个伊拉克民政府啦。 27个伊拉克民政府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吼、哦，拢来甲美军吼、哦，要偷偷物件，因为迄个时阵战争嘛，无粮食啦，无水啊，啊，无油啊，无啥啊，啊，要来偷啊，啊，美国迄边吼，美国原来美国军事政府，伊就来为华盛顿叫一个迄个伊拉克的一个移民，原来难民啦。 伊嘛逃避即个海山吼，哦，会迫害啊，走去伫美国啊。美国要去拍即伊拉克以前，都先都是已经甲找出来，成立伊拉克民政府。啊，但是哦，这是咱比占领地人民伊的权利啊，伊爱成立各地爱去成立啊民政府啊。 所以讲，咱台湾即马嘛是有，本来的民政府啊，啊无啥物不可，无啥物迄个稀奇的代志，伊拉个更多啦。啊，我迄个迄当时哦，我因为我伫沙特的关系哦，所以我对迄个中东的战争我拢足注意的。啊，我迄个当时哦，我是毋知影讲，吼、哦，咱吼、哦、真欢喜吼、哦，啊，咱大家来迄落。 来欢迎咱的代表吼，代表团回来安尼，吼、哦、啊，吼、哦，安尼，诶，啊，无咱等林博士起来吼，啊，再伊再来安排，啊，我继续，林博士来啊，安尼，我就讲到遮为止，啊，我即马麦古遮还有咱的秘书长吼、哦，啊。 请伊来安排，来，咱的代表团来，请站成一列过来，来，来啦。 咱因为有一部分人吼，因住伫迄个啊，在台南啦吼，住伫高雄先转去，因为吼，即几工来真正真忝啊。啊，迄份报纸即摆你上遐，哦来，哦，我看这吼，即边吼，头一摆打破纪录，日本的报纸吼，中日新闻吼，哎，有甲咱订，但那订这份的，即个啊，这个报纸吼，价值千万啊，而且呢。
来，你有看哈？你这个所在，咱的帽子啦，哈，人吼，拢总有。这过去哈，过去哈，咱听人讲啊，咱买机米，伫这个日本要订报单吼，伊不爱甲你订呢。啊，这边吼，甲咱订一个，这个就不只是一个彩色的照片，啊，佫哈啊，就隆重吼。啊，说台湾籍的英灵诶，我这算讲伫头版的所在，你有看哈？头版的所在，顶管现在情形哦，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民社府，所以不怪日本人哦来找咱讲吼，即马台湾民政府，阮日本人足侪人知影。各位，两年前，咱就咧讲有一今日浙江呢，啊，所以为即马开始呢，台湾民政府伫日本啊，我相信。甲日本的迄个关系愈来愈好，后摆你若去哦，你讲我是台湾民政府，绝对日本人足欢迎的啦，因为咱是臣民，天皇的臣民。来，即摆吼，好简单，给咱的礼宾司的司长吼，黄司长来，给伊做一个迄个啊，做心得的报告。啊，真欢喜。看到高级班的学员的，真侪人，啊呢，规工也无看，看到安尼，今仔日的啊教室啊，坐甲满满满，这也是当时再次的欢喜。这回啊，真歹势，我都较迄啰啊，秘书长爱我先讲，应该是爱林先生先讲。这次呢。拄啊，刚刚介绍，就是讲日本根本都无要甲咱看报纸，但是这回呢，咱用过咱的智慧甲迄个毅力、毅力吼，有法度站在这国际上安尼，真输得这个媒体，也是这个日本的观众呢，对咱这样的看待。特别啊，来为咱来加油。同时，伫真盛况的这个中间呢，我若安尼想起来讲，干呢滴民望，想袂到安尼几落千台的摄影机，甚至于摄影机，我是讲代表连迄机啊嘛，哦，所以嘛有法度翕。啊，阮走到东京湾的时，几啊个安尼，唔嘛，唔是几啊个，阮就迄个成群伫遐。来滴啊！哦，做一个精神上的调剂，大家闲聊。想袂到日本人伊摕这机啊，哦，恁查昏是足不简单诶！啊，所以讲这可能外国媒体、外国人我接触上侪，连我所在百几张诶名片啊，拢无在座诶真侪，我拢甲照名片。不管黄长顺不黄长顺，主要啊，那的银妹啊拢有啊，阿多阿了吼，阿可多么什么事啊，反正伊听无，所以我接受的连迄个印度的一定是讲英语的，意大利啊，噶是只因为我是会找这个哦背章啊，迄、那个摄影机大台，迄绝对是媒体的。啊，先去外口安尼个创创的吼，啊去带动，像这款的安尼来引起人的注目。所以咱的本团所有的成员的啊，会当你鼓鼓啊，这个功劳呢是团队之奖赏安尼吼，大家都是拢非常立功的迄个标榜，我相信。在做咱等于，好好做一个精神上的调整哈，有几落位，会使几落，拢无法多困，因为一定爱将这個消息速速传，传达到咱这个中央的安尼哈，真欢喜，我唔敢讲收这话哈，那么，最口才上好的哈。咱的书法大神，林永成哈先生啊，伊的这完啊，伊的职业是过去完啊，甲我同公司的，这我暂时保守秘密哈。
啊，那咱鼓掌来给邀请一下。各位同心前辈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，大家真有精神哦。啊，阮遮个团员嘛真有精神啊。我先首先哦，代表啊做即届个团长，迄个潘良华副主席吼，甲各位啊做咱个团员前辈吼，啊，甲恁说多谢恁真辛苦。啊，因为咱潘良华副主席因为哭甲无声吼，足感动个啦吼。啊，已经啊忝嘛吼，啊，互伊先休息。好啊，所以由李永成吼，迄、那个阿伯来代表迄个潘良华副主席，甲各位做一个简单的报告。首先吼，甲各位报告，咱去即届有一寡去创造咱的历史吼，一寡记录的部分，我先简单甲各位做一个介绍。咱第二天去到明治天皇的陵寝吼，咱第一站就是到天皇的迄个明治天皇的陵寝，因为是安那要第一站爱先去明治天皇的陵寝，大家敢知影？因为我甲各位报告，咱伫咧1895年，吼，清帝国的皇帝，甲为着朝鲜，为着韩国，咱讲的韩国吼，南北朝鲜啦，吼，啊，交大日本帝国发动战争，结果因战争了后，割让的部分不是割让占领地哈，是永久割让台湾的哈。他咱台湾迄时阵，唔是伫咧战场诶当中哈，去人家永久割让，好啊。所以谈迄个朝代，咱是对明治天皇开始，台湾正式，好，甲大日本帝国有一个关系，好啊。所以咱第一站即届破纪录诶部分，我先甲各位报告。好啊，较详细的部分，我明仔载课程吼，甲各位报告的部分，我再阁甲各位做一下介绍吼。即个咱破纪录的部分，去明治天皇遐拢总37次的特别参拜，吼，他若要去天皇的陵寝吼，特别特例参拜吼，拢爱先报告，爱先预约，吼，啊，然后你是啥物人，拢爱甲你登录起来吼。伊拢总有37本，一本拢才够吼，会组织团体。哦，个人无啦吼，个人无，拢是团体代表，啥物团体来咧甲参拜？咱是唯一，因讲啊做国外啦吼，不过我讲歹势，我唔是国外，我是国内，恁才是国外，吼，因为我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，恁是独立出去的日本国，吼，这个部分吼，我才较有报是吼，再甲各位报告，吼，啊，咱一个，我时阵唔知讲迄安那定弄啦，啊，咱的阿芝麻吼，咱的秘书长派阿芝麻。啊，来甲咱安排吼，哇！咱入去甲内殿参拜咧，吼，入去甲内院迄个皇室皇族的人咧参拜所在去啊参拜，吼！啊，咱的夫人吼，代表咱民政府，代表咱啊做秘书长来甲签一个特例召见的书，哇！伊一粒伊那足大粒的吼，迄差不多拢笑我吼，足大粒的怎啊印落安尼哦？哦，我感觉因足重视这个物件，吼！因甲我讲第一个。37本内面，第一个外国团体，我讲歹势，我嘛是国内。过来，咱啊做去到啊做昭和天皇、大正天皇遐参拜的时，咱团员大家拢身体拢啊做一致吼，拢是穿这个乌西装吼，啊领带吼、啊、皮鞋啦吼，不过地也整齐，啊踏步，然后把我们的旗子、甲咱的旗啊，甲拿入去，吼、啊，这个部分我各位。无欠啦吼，这是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因为小弟才打对越南回来，无小心甲越南的天气甲涨去，刚早起遐，吼41度，吼41度的天气吼，迄是因有史以来可能百几年来吼，同热一天吼。啊，咱迄个到到今仔日吼，迄个甲迄个涨啊吼，昨天我们今天因为刚下飞机啦吼。他刚刚你讲的哈，其实是涨了哈。昨天哈，咱去也做，诶是涨嘛，是涨嘛哈。昨天呐哈，我们那个去靖国神社，哈那边我们有去那边先去看一下现场，哈啊然后翕一下相，然后今仔日正式入去的时阵，好哦是涨啦，哈，歹势啊你讲啦，还在晕机啦，咱入去哈，咱当初时。在东亚战争吼，的时阵吼，有流行一句话，吼，咱讲咱为大日本帝国来牺牲，
天皇伊会准咱伫咧靖国神社诶樱花树下再相会，吼、哦，啊，然后给咱去印证吼，阮、哦、啊做亚福主席哦，代表咱穿着咱高沙原住民诶服装，整整齐齐，啊，咱啊做福林吼嘛真，大家都很努力啦吼、哦，在那个地方三个小时三点钟对。八点入去，甲十一点外，吼、哦，大家拢踮遐桥整齐，踮遐互人翕相。尾啊，因为一开始的时阵，伊甲咱讲，咱的旗啊吼，因为十几万人，旗啊呐，大家拢举旗会作乱的，所以叫咱唔好举旗啊。啊，尾啊呢，因讲吼，好像可以拿旗子进来了，我就甲旗啊提出来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尤其看到咱亚福主席的时候，大家说，啊，这都阮国家的贵族啊，这是我们国家的贵族啊。大家拢坐要来甲伊翕相啦，所以这是真美好。其实咱台湾人已经袂记起啊，啊人日本人还佫知影呢。有诶日本人看到咱安尼诶时阵吼，因头流目屎，吼啊！甲咱最后要离开现场诶时阵，吼因唱《同齐之音》，吼印证讲咱台湾人真正伫咧68当后。又重新回到靖国神社樱花树下，甲因来相见，吼、哦！我看因用热烈的掌声，伫甲咱发迄个做迄个送，吼、哦！大家咱咧出去的时阵吼，伊个咱的旗啊拢往头前安尼行出去，吼、哦！所有的现场的朋友拢咧甲咱拍扑啊，吼！啊做因为拄好靖国神社外口拄好有迄个朝鲜，吼、哦！甲啊做吉纳人。因逐摆咧抗议讲，咱啊做这个参拜的活动吼，8月15参拜的活动吼，啊，多一边在干在抵抗，警察逐摆咧扭，一边是咱所有的群众用《同齐沙古拉》这条歌，在甲咱感谢咱台湾人去伫靖国神社认同讲咱靖国神社战败的英雄，吼、哦，这是咱谭家吼，所以伊甲咱牵这份报纸啊。拍谁啦？我嘛是就感动诶，没压制那种很兴奋的情绪哦，真的很难哦。所以，哦，咱个刷落去哈，请亚福主席来给咱做者报告哈，谢谢谢谢。秘书长，所有同心，所有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这实在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机会，在68、70年前，39100的特工队为大日本牺牲，所以他们一看到我们又回到当时的情况，当然是也有70、80岁说，我做过海军空军的哦，海军陆战队空军，哇，大家看起来都很感动。那两件事情我做一个补充。第一个是，那么多人的新闻媒体当中，特别强调，一直照我们的时候，他们掉眼泪，因为掉眼泪，他们看见说，原来还有大日本帝国的一个机会来临，虽然没有做一些解释，那个灵犀一点通，我就感受到，特别是一个老前辈，真的哭下来。那我想到我妈妈的第一个先生也是在太平洋战时的时候，我也掉泪。所以我们同心还有跟秘书长夫人，我们一直站着，已经站了3个钟头，后面的人说去变瘦了，这个羞夸歹计，我们腾论得后啊，这样，所以我们一直站着，非常辛苦秘书长夫人还有大家同心。那另外一个补充是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，送我们出去，啊，那个精神又出现到，霓虹吹信，真正的日本精神。所以我们真的是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机会，我相信有你们的参与，那明年更轰烈，而且是更大的创造的历史。所以希望大家再继续。为了我们台湾民政府建构更好上天祝福的整个祝福全美国和全日本，多谢。
啊，因这团员吼，大家拢真忝啊，啊休困，啊咱家各位嘛爱休困啊，啊无咱呢今日课到这结束，安尼好唔好？来，啊无咱来起立，咱家这个团员睡下一下。今日好，下课，谢谢。楼卡有点心吼，大家通去食点心，谢谢。